会教大家我们吉他、电吉他跟木吉他怎么配合，然后我们会用《圣灵请你来》这首歌来示范。好，我们就先示范一下前奏，我会先弹一下电吉他，然后原声歌呢会加进木吉他的节奏。好，预备。在主歌呢，电吉他会弹高把位，木吉他弹低把位，就会把这个音域拉开，让吉他的音色会比较丰富。所以我跟原新歌就会一起示范。